冷笑，那就唱吧，千万未知的疯狂，有了你我什么都不怕，甩开那些带着鲜花身上的时光，你情愿风吹雨打被我去上天涯，此刻有谁比我富有比我更潇洒，我想踏上世纪红毯说话，从未如此快乐，真爱如此难得，幸福如此给我，在这微风时刻，从未如此快乐，世界如此辽阔，爱得如此自由，在这微风时刻。鲜花身上的情话，你情愿风吹雨打陪我去闯天涯，此刻有谁比我富有比我更潇洒，我想踏上世纪红毯说话，从未如此快乐，真爱如此难得，幸福如此给我，在这微风时刻，从未如此快乐，世界它如此辽阔，爱得如此自由，在这微风时刻。呀，我们在宫里头倒成了市集了，一个宫外的平民女子竟然可以进宫，而且还可以随意进出御书房，我平时要见皇上还得听皇上宣呢，朕不懂你凭什么说话啊，你哑巴了，居然我再长你的嘴。哎，云贵人，云贵人，云贵人，云儿姑娘侍奉了皇上旨意，来给皇上送上玉哥哥亲手做的点心，皇上想品尝品尝。没想到玉哥哥心机这么重，竟然用这一招来讨皇上的欢心。好啊，好一条忠心的狗来替主人跑腿，我倒要看看玉哥哥能做出什么好吃的。玉贵人，这样做恐怕会令皇上不太开心啊。你走开，我去笑话玉贵人。玉贵人，好了，姑妈，难不难看？小桂子，走。恭送太后，恭送韵贵人。我不是跟你说，我叫你小心点吗？快走吧。哎，玉哥哥和云儿也实在太可恶了，用尽一切手段来讨好皇上。害我这次又被轰出来，我一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瞧瞧。你少说两句行不行？不是哀家要说你，人家不过是做了点点心给皇上吃，你要发这么大脾气吗？多学着点，人家尽力讨好皇上，你呢靠着自己一张肚皮，动不动就发脾气，难怪皇上不喜欢你。韵儿，多用用脑子，尽力的拉拢拉拢皇上，皇上会对你改观的。是姑妈，玉儿知道。小桂子，恭送太后。傅怀玉，你以为只有你会做糕点吗？我就不信我做不到，你们都给我等着瞧。请稍后，傅公公，这是例行公事啊，请请请。屠公公，这是在做什么啊？皇上食物啊，都要经过银针测试，没有毒没有问题才可以进去。看样子，我想下毒害康熙，替我全家人报仇，恐怕是很难的事。屠公公，没有问题了，请进。谢谢。
皇上。皇上，怎么会这个样子？奴才该死，是谁把你弄成这个样子的？只是一点皮肉伤，不打紧。是谁这么大胆，敢冒犯圣上？奴才就把他抓回来。我跟吴大哥为了怀玉的事起了点冲突，我自己也有不对，不过我们已经说清楚了。这吴英俊太过分了，皇上您对他这么好，他还有什么好不满的呢？我也把他揍得鼻青脸肿的，算扯平了吧。哦，云儿，你帮朕送点心来了，来，快拿上来。哎呦，你别瞒我了，好端端的一个人这么大了，怎么摔成这样嘛？你跟老实说，你这伤哪来的？你说不说啊？你说啊！哎呀，公主啊，跟你说摔伤就是摔伤嘛，您就不要再追问。问就不问嘛，人家还不是关心你。嗯。公主若是没有其他的事，我先告辞了。哎，你要去哪儿？你要去哪儿？哎，大哥，公主，哎，你要走了吗？哎，我还有事，我要先回府里。哎，不急嘛，要不要尝尝看我做的点心？很好吃哦。改天吧。公主，那你呢？你要不尝尝我做的点心，真的很好吃，不吃会后悔哦。我也不吃了。伤啊！真的耶？怎么了？怎么会受伤呢？跟皇上打架。皇上？你们怎么会打架呢？怀玉，我决定了。决定什么？我决定去求太皇太后，请他老人家做主，请他撤销皇上的赐婚。他老人家相当明理，我相信我们会有办法的。你疯了？我是疯了。你要我眼睁睁看着一个我心爱的女人去依偎在别人的怀里，而我必须去娶一个我不爱的女子为妻，能不疯吗？你要记得我们的身份，不要说这大逆不道的话。你难道真的甘心在这深宫内院待上一辈子？怀玉，只要我们两个有心，这客观的条件都可以改变的。怀玉，你听我说。哎呀，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。怀玉，我以为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没想到你还是这么执迷不悟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心里头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皇上。我爱他，我真的很爱他。只要能够守在他身边，就算要我待在深宫内院一辈子，我都心甘情愿。如果你看不惯我和皇上两情相悦，你可以离开紫禁城，你可以滚回云南，我们一辈子都不要再见面了。
乖乖，起来起来。今天跑到这儿来看我，有事儿吗？建林特来给祖奶奶请安的。嗯，就这么简单。好了好了，来，坐过来，把你的心事说给我听听。啊？这是怎么了？好端端的怎么哭起来了呢？哎呦，这好了好了，别哭了啊！有什么委屈说给祖奶奶听，我来替你做主啊！哎呦，你看，好好的一个脸蛋都让你给哭花了。不哭不哭，乖乖乖啊，乖乖乖。乖啊，不哭了，好，谢谢祖奶奶。苏马拉姑啊，去把鱼儿做的点心拿过来。咋？其实你不说啊，我也知道，准是那小子又惹恼你了。你们这趟出去玩，玩的好吗？啊？好玩是好玩啊，但是他也会碰你啊。啊，他祖奶奶怎么问这个？哎呀，这又没外人，那说给我听听有什么关系呢？没有吗？说嘛。这一路上连牵手都是我主动的，他整个就像一个木头一样解风情。好小子，严守分际，我喜欢。陈奶奶，啊，木头，啊，真是块大木头。这些日子下来，我发现他心里头始终都还是只有一个怀玉。不管我怎么努力，怎么样要讨他的欢心，始终对我就是这样淡淡的，可是他对怀玉就不一样。怎么个不一样法？他看怀玉的眼神好温柔，他跟他说话的时候总是轻声细语，就对的。我好怕。哎呀，这傻丫头，这有什么好怕的呢？祖奶奶，我真的好怕，我真的好怕，因为我知道我已经不能没有他了。这也不能怪那小子，怀玉这丫头连我都喜欢。祖奶奶啊，你是会要帮我做主的啊！对对对对对，我帮你做主，我会帮你做主，真的。哎，你们这对冤家呀，我真的宁愿宫里掉了100个玉玺，也比管你们这场事儿啊省事儿。奶奶，我不是答应我管了吗？包在我身上啊！好了好了，不哭了啊！不哭不哭啊！这怎么管呢？这，不哭。姑妈，韵儿今儿个亲手做了一些点心，您试试看吧。哦，这么好兴致啊！拿来哀家尝尝。是。姑妈，请用。这好像不怎姑妈，您在宫中吃尽了山珍海味，再加上御厨们的精心烹调，这个点心虽然看起来不怎么起眼，不过中看的不一定中吃，不中看的说不定您会吃了食指大动呢。我没有
因为如此快乐，世界如此热。在这微风时刻，不中看着，说不定您会吃了食指大动呢。这话打哪儿学来的？是玉儿自个儿想出来的。好。姑妈，姑妈，水，水。姑妈，姑妈，请用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姑妈，请息怒。姑妈，还得好好学学。小柜子，姑妈，花了一整天的功夫，真是白忙一场。紫云，是您贵人。你到怀玉阁去，把那个叫云儿的丫头叫到我宫里来。是。我就是故意要气死他。我只是觉得你把话说得太绝了。可是，我要是不把话说这么绝，他是不会死心的。那个吴世子啊，脾气这么的倔，我怕他万一闯出什么名堂，那怎么办呢？哥哥，哥哥，哥哥，玉贵人派来的，说要找云儿姑娘。玉哥哥吉祥，起来吧，找云儿。哎，回哥哥话，我们家主子玉贵人啊，请云儿过去一下。什么事啊？哦，这个啊。咱们家主子没说，那不能去。对，不能去，千万不能去。哎呀，你们都太多心了啦，其实应该没什么事的吧？这其中一定有诈。对呀，一定有天大的阴谋。白玉啊，我去去无妨。嗯，走吧。这玉儿姑娘，玉儿姑娘不行了，玉儿姑娘。哎呀，这个人怎么不听劝的？格格，你干嘛不阻止他呢？韵贵人要是敢动他一根汗毛，我傅怀玉绝对不会饶过他的。胡公公好。嗯。云儿姑娘，这会儿去哪儿啊？韵贵人差人叫我上他那儿去。云贵人啊，不，我云儿姑娘，尽量说话啊。这云贵人无缘无故叫你过去，咱家看准没好事。涂公公，您多虑了。不多虑，不多虑啊。这样吧，奴才这就是禀告皇上，让皇上随便想个理由啊，把你留下来。我认为这样比较妥当。不劳您费心了，我想应该没什么事的。云儿姑娘乃是我涂的海恩人之后，我涂的海说什么也要保护周全。云贵人，如果你敢动云儿姑娘一丝汗毛的话，我涂的海这条老命就跟你拼了。进来。是。云儿，云贵人有请。云贵人吉祥。来，起来起来，快起来。谢谢云贵人。哎，坐嘛坐嘛。不用了，云儿站着就行了。啊，不要这么客气，来坐下来好说话啊。坐坐。紫云啊。是。上茶。是。不知韵贵人召云儿来有何吩咐？
我是在想啊，你进宫也好一阵子了，不知道你在宫里头住得还习惯吗？多谢运部人关心，云儿一切都很习惯。那有没有什么缺的，我可以差人替你送过去。谢运贵人，怀玉阁里一切都有，一样不缺。哦，那就好。运贵人，你是否还有事啊？哎呀，实不相瞒，我是有件事想请你帮忙。运贵人直说无妨。我是听说你手艺很好。不敢，学过几年而已。不要这么谦虚，我听他们说你做的点心连皇上吃了都赞不绝口。那是承蒙皇上抬爱。我也想送你点心给皇上吃。运贵人，您是想学？哎，学太麻烦了。我是想说，不如就你把点心做好了，送来我这儿，用我的名义送到皇上那儿，懂了吧？云儿懂了。这倒是个机会，让他把东西送去给皇上，或许可以免了银针测毒。云儿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不，云儿自会遵命办理。只不过，只不过什么？只不过最近皇上琐事繁身，心情不太好，所以帮他做一碗荷叶笋煎樱桃汤吧。那是什么汤啊？此汤乃是萃取荷叶之清，笋尖之鲜，樱桃之甜，最后再缀以红莲花瓣。此汤的功能是清凉去火，给皇上喝再适合不过了。好，哎呀，你呀就是细心体贴，就依你的做这个什么荷叶笋尖樱桃汤好不好？就依你的啊。我没有皇上的，跟底下臣子打成一团，这像话吗？我根本没当拉氏臣子。怀玉，如果我搬出君臣的关系，现在也不会让你替我疗伤啊。不过真是想不透，为什么他不肯接受建宁呢？建宁那么爱他，一副非他不嫁的样子，又朕该怎么办呢？怪就怪你当初不应该坚持赐婚。身为皇上，可以操控公主和世子的婚姻，但是我不能操控他们之间的感情。建宁对吴大哥的付出，你我都看在眼里，现在已经不是赐不赐婚的问题了。再给他一点时间不好吗？我有给，我并未急着让他们完婚，我只求他不要再让建宁伤心，不要一再地横阻在我们之间，难道这样也有错吗？怀玉，你不是也对他说出了绝情的话了吗？你都知道了。青青都已经告诉我了，你我应雄还有建宁，我们四个历经了好长一段波折，我认为现在这个时候该是尘埃落定了。或许这么说很自私，但是爱情本来就是自私的，
难道不是吗？坏就坏在，除了爱情之外，我们还有兄弟之情。而这两样事情，始终是纠缠的化不开。总之，应秀实在太冲动了，竟扰乱了一池春水。要是真的把朕逼急了，我就再下一道旨意，命他们立刻完婚。不可以，皇上。既你是朕的皇妹，我不能不帮她。你别忘了，吴大哥他天不怕地不怕，你还记得先前他拒绝赐婚，你要将他斩首吗？他那一副慷慨赴死的模样，眼皮连扎都不扎一下。更何况现在情况不同了，公主已经付出她所有的感情，如果你把吴大哥逼急了，他要是做错什么事情来，那公主怎么办？御妹之下。韵贵啊，请稍后。你这是干什么？盖下！要是你坏了这碗汤的味道，小心我要你的狗命！请韵贵人息怒，奴才依职责所在，依宫里的规矩，所有呈给皇上的饮食，都必须通过测毒才能端进去啊！你给本贵人搞清楚，测毒这种事情是指一般的食物，但是这碗汤。可是我亲手亲自为皇上调制的，怎么可能有毒呢？你是没脑袋还是不要脑袋了？你在这儿耽搁我这么多的时间，要是这个汤走了味儿，皇上一个不高兴，你有几个脑袋给他砍啊？请韵贵人息怒，息怒。他们两个的事，真是让我伤透脑筋，也不能用硬的，也不能用软的。那就让吴大哥跟你都再冷静一点，再做打算好吗？韵贵人到。韵贵人吉祥。即刻吧。谢韵贵人。臣妾叩见皇上，皇上吉祥。平身吧。谢皇上。有什么事吗？臣妾体面，皇上为国事辛劳，所以特别调制了一碗。好，搁着吧。臣妾还没说完呢，这碗荷叶笋煎樱桃汤是清凉退火，这时候皇上饮用的。朕不是叫你搁着吗？皇上，这是韵贵人的一番心意，您就喝一口嘛。朕现在不想喝吗？皇上，这碗汤呢，是取自荷叶之清，笋尖之鲜，还有樱桃之甜，再醉以红莲花瓣，功能呢是清凉去火，最适合皇上饮用不过了。何况这碗汤是臣妾亲手调制的，意义不同嘛。朕说过了，不喝。朕要喝的话，会吩咐御厨，不用你操心。皇上，那汤看起来挺美味的耶。屠台。啊，奴才在。既然这一碗汤是韵贵人的一番心意，那么朕就赏给你喝吧。以免辜负了韵贵人的一番美意。谢皇上。屠德海。皇上，这奴才没有这个福分，更何况这汤是韵贵人亲手弄的，所以还是请皇上您韵贵人，其实刚才皇上是吃了一点点心，所以不饿。这样子好了，这碗汤就由怀玉来替皇上尝一尝。皇上，韵贵人的手艺果真不凡。韵贵人，怀玉已经喝过这碗汤了，
如果没事的话，归安吧。皇上。哥哥，怀孕！你哥哥，太医，快传太医！传着，快传太医！怎么会这个样子的？啊！云贵人，你好大胆，竟敢在堂中下毒下毒害朕！没有没有，臣妾臣妾不敢，听皇上说的，不是罪，不是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我是冤枉的皇上。今天终于见识到你的心狠手辣，连这种事都做了出来。总长，将这贱人拉下去！下，拖下去！来了。亲，快传太医啊！太医，怀孕！太医，奶奶，快，太医，快啊！太医，我没有埋怨，蹉跎的只是一些时间。你不喊冤枉，我还觉得意外呢。我真的是冤枉了，你听我说，其实那碗汤……那碗汤是你亲手调制的，去荷叶之庆，笋尖之咸，樱桃之甜，最能够去火，这火连我都能背了。你听我说嘛，那碗汤不是我做的啦。你说什么？那碗汤不是我做的。韵贵人，你别再耍我了。刚才是你口口声声说那汤是你亲手调制的，怎么现在又说不是你了？错了吗？反正都是欺君之罪，横竖请韵贵人到牢里再说。拖下去！别我，这也不是我，不放过，不放过！太医，怎么样了？太医，正在问你话。请皇上再给卑职一点时间。时间？你看了这么久，连是什么病都还不知道，还说朕不给你时间？刚才朕劝你进宫，竟然姗姗来迟，耽误了玉哥哥医治的时间。要是他有什么闪失的话，朕绝饶不了你。请皇上稍安勿躁，据卑职研判，玉哥哥乃身中奇毒，那就快帮他解毒啊！恕卑职无能，这毒无法可解啊！你这个蒙古大夫，宫里花这么多钱养你，就是要听你一句无法解毒吗？我要好好教训你这个白痴放路的妖孽！耶！皇上，皇上，请听卑职说。我不听，我不想听。你耽误玉哥哥医治的时间，这绝对不会放过你，这绝对不会放过你。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皇帝，皇上饶命！皇帝哥哥，你别冲动啊！他耽误了华玉医治的时间，难道不可以打吗？华玉，你醒醒啊！我求你醒醒啊！太医，玉哥哥到底中什么毒？以玉哥哥目前的症状来看，玉哥哥中的乃是江湖特有的摄魂散，目前无药可治啊！无药可治？要是无药可治的话，就准备提着你的项上人头来见朕。臣皇上，求皇上恕命。玉哥哥，你别这样子嘛！太医，你再说下去。这误食摄魂散，非但是无药可治。而且中毒之人不出数日便会，便会怎么样？便会毒发身亡。啊！这陈玉实在太毒了。这本来是想要害死皇帝哥哥的，神子胆子太大了。怀玉。是我连累你，都怪我不好，都怪我不好。
值的嘛。我要见太后，屠公公，这件事也只有太后能为我做主。哼，韵贵人，这件事恐怕太后也帮不了你。你想想看，你预谋加害皇上，这可是滔天大罪。太后再怎么宠你，恐怕也不敢过问此事。胡说！我没有，我没有加害皇上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难道是云儿？你说什么？这件事和云儿姑娘有什么关系？诺文堂是他做的。好了，韵贵人，别来这一套。一出了事就往别人身上推啊！这一招，咱家见多了。不，我句句属实。屠公公，你想想看，我一向养尊处优，被人伺候惯了，除了茶来伸手、饭来张口，我哪会什么厨艺呢？我呢，打足了99场胜仗，独独输掉了那一场，那一场败仗。足以赔上我呼伦全家的性命。一道圣旨射下，就把我呼伦家满门抄斩。屠公公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我就是看了云儿做的点心，皇上吃了龙心大悦，所以我就去求云儿，求他帮我做一碗啊。我的目的也不过是要取悦龙心，讨好皇上嘛。屠公公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不是我，一定是云儿，一定是害皇上的，一定是害皇上的。把他关上，屠公公，不是我，真不是我。之下，应该感到安慰了。你们等我，云儿就去陪伴你们。承诺你的话，只怕是做不到。我对你的真情真爱，永铭于心。今生无缘，来世再见。云儿姑娘，哎，不行啊！哎呦，云儿姑娘，不行，你为什么对我撒誓了？你快点，屠公公，我的任务已经达成了。求求你让我去陪我阿玛额娘好吗？不行，我不许你说这种傻话。霍伦将军是我的在上恩人，
老天既然安排我遇到你，我就只能好好照顾你。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你做这种傻事。我谋刺皇上已经是死路一条，竟然敢动手，就不敢心存侥幸。杜公公，你对我阿玛额娘感恩之心，我会带到阴间地府去转告他们。我心意已决，请杜公公成全。玉儿姑娘，你为什么这么傻了？当今皇上开堂明理，有朝一日，他一定会为护伦将军平反冤屈的。你这么冲动行事，玉石俱焚，对我们大家都没有好处啊。更何况皇上没有被你毒死，中毒的是玉格格。你说什么？皇上没有喝那碗汤啊，是玉格格带喝下去的。怀玉，那他现在怎么样了？玉格格他现在昏迷不醒，皇上大发雷霆，将玉格人已经打入牢房了。不是，他是我的恩人，我怎么可以恩将仇报？不行，我要去找怀玉，我要去找怀玉。不行啊，不行啊，你这一去，岂不是自投罗网吗？让我去，让我去。玉儿姑娘，玉儿，你们研究出方法了没有？皇上，这个个都是饭桶，要你们有什么用？想不出办法的话，就不要怪朕让你们人头落地。我来拿你，皇上。怀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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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你原谅我，我不是有意的，不是。啊，我们知道你不是有意的，你不是有意现在来看玉哥哥的。你跟玉哥哥的交情，玉哥哥当然会了解了。啊，不用担心，你少说一点，最好一句话都别说。啊，我们知道，玉儿姑娘，要是你在的话，那点心就是你来做了，就轮不到什么运贵人做了，也就没这事。你不用太自责，不用太自责。我不该让运贵人他啊，运贵人，对呀，这运贵人实在太可恶了。你放心，皇上一定会好好处置他的。玉儿姑娘，你先起来，不要妨碍太医诊治了啊。等玉哥哥好了之后，你有很多时间跟他聊天了。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啊，我们先出去，我们先出去啊！来，前功尽弃，而且还得拿举家性命去跟傅怀玉陪葬，我真的不甘心。好，你们不要责备我了吧，我是被冤枉，我是被冤枉的。冤枉？姑妈，那个汤不是我做的，是云儿。云儿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姑妈，你不是叫我要对皇上采取柔情攻势吗？我就听了你的话，把云儿找来，请他帮我做那碗荷叶笋尖樱桃汤，我还亲自送了去。可是我没有想。
汤立冬居然被人下了毒。这么说，咱们陈家有救了，有救了。也别太乐观，以目前情势来看，就算韵儿被冤的，也是百口莫辩。那姑妈，姑妈，你一定要先把韵儿抓起来，先把她抓起来。要是她逃走的话，那我掉进黄河都洗不清，我就没救了，姑妈。放心吧。雨过后的蓝天，阳光有些腼腆，细读你心上温暖的字眼，才发现多年来为你流的眼泪未干。如你所言，时间仿佛一张书签，就夹在你我分开那一天，而后来故事的演变。